我是立夏，因为一句气话，我妈立起来变成了八岁。干啥？还不抱我上去？哦，妈，你也太卷了吧！你都变成这样，你还要来上班啊？我不上班，房贷、车贷还有你学费在吧？左门娘。哎，哪来的小孩？那个不是玩的。嗯，妈，那个长得像黑猩猩一样的男的是谁啊？文字二部的老大，今天有个大客户要见，拿不下，公司资金链就断了。那个李喜爱怎么还没到？妈，你在干嘛呀？大人事，小孩不要管。来不了了，找了个高学历学妹在前台。大圆脸，爱咬手指。我的妈呀！口头禅，我的妈呀！就你了。啊！你干嘛呀？等会你听我指令。事成之后，限量版汉服必须给我买。行。李夏。来了。妈，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呀？啊，我们是做……喂喂喂！接下来呢，由我们立夏女士大家讲一下。不说我要怎么不要贪便宜的 PGC 上买东西啊？我的妈，全是专用术语，还都是英文。这是置换。魔术非常精彩，贵公司很有创意，对接下来策划更充满期待了。别拿去了，快拿出来！幸好你老妈机智，定在给断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我真的是李喜爱呀，她真的是我妈。我每天都给你买咖啡，不记得了。我理一下。你是李喜爱，因为你女儿的一句话，你变回了八岁。啊，周同学，我知道这事很慌。哎，你变成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项目必须拿下来，否则你别干了。还有，我策划案你别拿去。哦。哎，你们公司到底干什么的呀？国际亲子游啊，李喜爱，你说怎么办？是枪，你们想干嘛？那不如让我女儿。我的妈呀！行，就他。我可是你亲生的。